林心如出道以来曾出演不少经典影视作品，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如今结婚生子后的林心如再接青春偶像剧《我的男孩》。41岁的林心如与90后的小鲜肉合作，经过4个月的拍摄，新剧已经于9月杀青。男主是张轩瑞，92的小鲜肉，也曾出演过几部作品。虽然林心如的颜值看上去并不像是40几岁，但是这样的青春偶像剧无疑也是一种挑战。41岁与25岁之间的同框恋情，有网友看后吐槽，没了 PS 有种母子同框的感觉。这部剧据说联合了8大电视台，著名编剧亲自操刀，那么你还会去看吗？